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，尊重百子。只有这样，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。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，我都会心痛，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。 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？百子兄。 哎呀，你还会做针线活呢？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一个人过日子，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。李先生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是睡不着，想找你聊聊。找我聊聊？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，你都看了吗？嗯。 看过了，的确是一批好枪。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，今后只要咱们需要，我就会源源不断的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。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，因为啊，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。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。是吗？那应该恭喜你们呀！ 这样一来，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百子兄，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。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？实不相瞒，我这次回来后，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，非常严肃的谈话。非常严肃。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：你跟我，我跟你呀。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你，你想听吗？你说。青谷镇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分三队冲进去。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。你冲进去之后，直奔警察所，迅速缴了他们的械。如果有人不服，就地歼灭，别留活口。是。第二队人马。 由小猴子带领，是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。我是个穷鬼，不挑啊，只要是能吃的、能用的，都给我抢。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，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人。大哥，你这抢人是？ 吃饭嫌人多，打仗嫌人少。男的扩充到部队，至于女的嘛，我总得让弟兄们乐呵乐呵啊！散会，谢谢。 可文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？我这才怀孕2个多月，你会不会太着急了？我是真着急啊！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。嗯，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？想出来了。如果生的是女儿，我们就叫她罗小荷。为什么叫罗小荷啊？女儿随妈呀。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，所以我们的女儿就是小荷。那如果是儿子呢？如果是儿子，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。罗楚？对，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，我要让他把咱们 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。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？这个我还能骗你吗？大嫂还特别强调，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，尊重你，跟你搞好团结。只有这样，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她的左膀右臂。她还说， 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，他都会心痛。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大嫂，他真是虚怀若谷啊！咱们怎么办？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，歃血为盟，结拜为生死兄弟。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啊？没有这个必要。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，劲儿能够往一块使，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说呢？带人来打咱们了？不，老四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，正在血洗上清古镇。快！大哥，警察所让我彻底解决了，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叫上弟兄们，回家！是。 大嫂，您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咱们要不要救他们？救他们？大嫂，这事儿还是慎重为妥。什么叫慎重为妥？人。 咱们必须救，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？再说了，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，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。老兄啊，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。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！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，涂炭骨肉同胞吧？啊！ 你想替天行道？没错，我就是要替天行道。我师父曾经教导我，做人要惩恶扬善，欲扬善必先惩恶。如果让我摆子见死不救，那还不如让我去死。爸，我不跟你争，也不跟你吵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 到底去不去，完全由大嫂定夺。大嫂说去，我没二话；大嫂说不去，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。大嫂，你决定。上马！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来，好，谢谢。让他给跑了，真可惜没把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给杀了。他逃得过今日，逃不过明时，早晚咱们得收拾掉他。 请问救命恩人，你们是？这位是倚天镇罗家大嫂楚玉和。楚玉和，快感谢楚大嫂，谢楚大嫂救命恩人！大家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大嫂，我有个请求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了。什么请求？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，还烧了我家的房子。 我要投靠你，参加你的队伍，跟着你去打徐小天，报仇雪恨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，我都收下。快起来！好。 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调查清楚了。你说说看，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楚玉和。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。什么？她是个女的？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，她的父亲叫楚展。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，楚玉和坚决不从，以死抗争，从此两家结怨。楚展逃到了省城，开了一家绸布店，赚点小钱谋生。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？楚玉和嫁给的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，他的名字叫罗克文，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。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。 是楚玉和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，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，自恃胆略过人，作战有方，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，就连我们见了他都要礼让3分。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。他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？我算是看透了，大哥，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楚玉和呀？啊？我舍不得杀他？你别扯犊子了。这俗话说得好。 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，更何况大哥你啊！小猴子，你分析错了。我现在有六姑，我怕谁呀？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阵。 砍下楚玉和的人头，挂在大街上。哎呀，大哥，不是兄弟，我说你，你就是说说，痛快痛快嘴而已。现在的楚玉和，那可是今非昔比，欲语已丰。这投靠倚天阵的人，他也是络绎不绝。再加上楚玉和身边还有李唯恐、百。 这哼哈二将，两个人有勇有谋啊！咱们现在呀，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，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。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。哦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我熊啸天。 就认栽了，不承认失败，他不丢人呐。这古人说得好，“知耻而后勇”嘛。大哥，你放心，这天无绝人之路，这老天爷呀，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。不是，你说这半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，什么？让我去杀人？你不杀了他，他就会杀了你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 只有他死，才能你活。要想好好的活下去，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？我害怕，我真的非常害怕。害怕有用吗？还不如两眼一闭，爱咋咋地。我不会用枪，也不会用刀。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？ 去行刺啊！那你，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楚玉和，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。万全之策。 非常精彩，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。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，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。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。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楚玉和这样。 能打仗、会打仗的将才，司令看得出来，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。不错，我不但是感兴趣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。你看，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？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，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。不，千万不能这么做。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？越是感兴趣，才越要拉大距离。就让楚玉和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，他们闹得越厉害，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，为我所用。这就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政治。 吃，别客气啊！来，别客气，来自己动手啊！你在偷看？没有，我什么也没看到。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？你撒谎！大小姐，我不敢撒谎，我更不敢骗您呢。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。今天我就饶了你，以后该你看的你看，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。违反了这个规矩。 你眼珠子我给你抠下来，听明白了吗？嗯，大家多吃点啊。嫂嫂，我来敬你一杯。六姑，我不会喝酒。哎。 就这么一点点，你是不会喝醉的。来吧，把这杯酒干了。我真的是滴酒不沾。六姑，你就别再为难我了。嫂嫂，你当着这么多嘉宾，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？不会喝就是不会喝，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？哎。 嫂嫂，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。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，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。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，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，甚至啊，有些憎恨。可是呢，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，这些。 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，这人心呀，都是肉长的。我罗六姑再不懂事，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今天啊，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，向嫂嫂您赔个不是。您大人大量，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坚持了。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，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。怎么样啊，嫂嫂？ 这杯酒，您是喝还是不喝呢？玉和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这样，你咬咬牙，把这杯酒干了。怎么了，玉和？六姑，这样，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，这杯酒我替她干了，就当是妻债夫还。 怎么了？我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。那你快回屋，上床躺着，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。啊，好。摆子，摆子，怎么了，大嫂？摆子呢？您找他干什么？ 李天镇有没有郎中？让他赶快去请一个。请郎中？谁病了？可文生病了。哦，我马上去告诉白子。先生，我丈夫的病严重吗？看不懂，老朽实在是看不懂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，时轻时足，时沉闷，而且时而飘逸。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，似乎十分沉稳，但他的五脏六腑。 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，老朽行医50余载，治愈过无数的病人，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人。老朽真的无能为力，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，时间不等人，越快越好。 等一下，大家停一下。摆子，开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走了这么远的山路，大家肯定累坏了。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。前面有座后庙，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。好，快！来，放下。说什么？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？可不是吗？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。哎呀，这个六姑不简单呐，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。她老辈子不读书，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呐。不是，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，我睡觉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？ 李先生，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，这事很蹊跷吗？是啊，本来都是好好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，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。 哪怕是天塌了，咱俩也得顶住了。你想怎么做？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。这事交给我，你在家里撑着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去找我哥哥，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，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。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。 骑马去，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快赶回来的，拜托。哥哥哟，哥哥哟！楚雨禾，你回答我。回答你什么？ 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的确不知道，但我也很想知道。你算了吧你，你别再演戏了。我怎么演戏了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？你胡说！ 我胡说！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，还两说着呢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！没有证据，你信口雌黄，那是要遭天谴的。你个老妈子，你插什么嘴啊？这有你什么事儿？滚！母妈，你让他说，说就说。你楚玉禾。 与歹人勾的成奸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，图谋我们罗家的财产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2个字：放屁！你害死了我哥哥，你还敢骂我？我跟你拼了！我哎呦，大小姐，你不能这样！你不能这样！ 你快过去看看吧，罗六姑跟大嫂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！楚玉禾，给小姐一分！大小姐，你不能这样！罗六姑，楚玉禾，我告诉你，我带你别走！ 罗六姑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楚玉禾害死了我哥哥，我要他以命抵命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。我哥哥吃穿住行都跟他在一块儿，不是他又是谁啊？你这么说，可有点不讲道理。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众所周知，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，恩爱有加，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？那都是他装出来的。他为什么要装呢？他为了图我们罗家的财产。这你就更没道理了。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。